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节目。大盘今天又涨了48点啊，涨势好像还没有终止哈。我们看一下，今天又涨48点，那整个波段已经涨了1233点。今天啊，差一点，应该说有创新高了哈。今天已经来到了啊，这个可以说啊，这个近期的一个最高点。那我们看到这样一波涨上来，很多人都受伤了。为什么受伤？因为他没有买多单啊，甚至反手放空。那放空的人，他为什么要放空？啊，最近很多新加入的会员，他都跟我说，他去空期指，啊，被嘎到实在是哈，快哭了。投资朋友，即使空期指，你只要做错哈，没有不用多久了，搞不好一个月你就毕业了，你从此啊，从股市里面啊毕业了。方向绝对不能看错，看错那个伤害太大了。那当然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去空？啊，都对狼者跟别人做的。说真的啊，我相信你应该看到台面上有了很多空期指的，已经空好几个月了。那最后下场是什么？那不用讲啊，这还用讲吗？投资朋友，这一定是非常非常惨的啊！好像有设好停损，可是啊，50点一下被嘎到了啊！停损完再空，停损再空，然后一直这样害死很多人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。那我总是要跟投资朋友说，如果你那个领域不熟，你就不要去做。股票很好做啊，你为什么不回来做股票？可能有些人输了，输多了，想要用期指翻本比较快，没有错，它倍数可能比较高。但是你一个不小心，可能一个月、半个月你就毕业了。所以想想看，如果有人这样连续3个月都这样空上来，那你看这下场是什么？这很难想象的。投资朋友，在股票市场里面，你要记得一些正确的操作观念跟正确的话。我每天在节目上都会告诉你哈，来，股市只有方向，没有高低啦，更没有所谓便宜或贵。很多人去放空是因为什么？涨太多了，啊，你为什么要空它啊？涨太多了，糟糕了，涨太多还会再涨，涨太多还会再涨，到底涨到什么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控制它。所以不要因为股票涨太多了，因为指数涨太多了你去空它，这观念绝对是不对的。懂意思吗？那我们举一档股票来做例子好了，这档股票叫智威啦，它起涨点在77块，高点672，这涨快10倍了，投资朋友。那如果你77，我看涨到150，那开始空，你看，当然这股票不能空啊。那如果你150开始空，天哪，涨到快700块，那你怎么空啊？所以不要看不顺眼去做股票，或去空期指，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操作观念。因为你一个方向做错，你想这股票涨7倍多了，那如果这是一个大盘呢？那你空指数还得了？那7倍多涨上来，不要讲7倍了，1000多点就好了。很多人就已经欲哭无泪了，没考不把赛啊，所有钱都输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把方向做错，做你熟悉的领域，你比较容易赚到钱，哈，懂意思吗？来，要跟高手学习，才有机会变高手。学习什么？选股技巧。学习什么？操作观念。你想想看，这一波去放空的人，我们再看一次大盘。你去空指数，哇，那很惨哦。你看大盘这样涨下来，一定很惨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一段不能空？我们随便拿一个图给大家做参考就好，你就知道为什么。而且因为觉得你空的，你输了钱，很不值得。为什么？看这张图，我希望看完之后，做输的人你不要哭。因为太简单，你竟然会做错，你输得很不值得。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哈，这是大盘。我们看电子股就好，这是股神系统的电子图。你告诉我，你可以空吗？投资朋友，这一段上来，天哪，这漂亮，线型很漂亮啊。所以如果你要空上去，今天是7月1号，你告诉我，你最少要出1000点以上，你怎么空啊？所以方向你都搞不清楚了，啊，为什么去空它？看不顺眼。涨太多了，哇，糟糕了，啊，这个股票钱输太多了，这个输期指做期指翻本比较快。那如果你因为这三个因素涨太多了看不顺眼，啊，股票输太多了做期指赢比较快。如果你因为这三个因素你去做期指，那真的是啊，我劝你早日回头，啊，赶快回来做股票，真的，啊，毕竟在你熟悉领域你才有办法赚到钱，那是你不熟悉的你不要去碰，啊，更不要讲你跟那些莫名其妙乱做。你看你一个月就毕业了，那现在涨3-4个月了，你看这一路空上来，你告诉我它会在哪里？
这一路空上的人，他现在还在做什么？你问你看看他嘛，他每天跟你讲空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被嘎1000多点了，那你看害死多少人？那这种人你还要再跟随下去吗？股市里面哈，有很多有良心的分析师的啊，也有一部分不晓得跑哪里去了，那个不晓得跑哪里去了哈。来，轮涨则生，起涨则死。多头里面会做什么？会轮涨，一会涨电子，一会涨金融，一会涨船产，这很正常的。轮涨则生，起涨则死。如果你有一天看全面喷出，那一天就是行情要结束了。所以你在轮涨的过程里面，行情还没结束啊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。我们还没有讲到其他，我们讲一个简单的观念就好了。那在这个轮涨的过程里面，行情还没结束，你怎么可以去放空呢？懂意思吗？来，大盘类股个股，我们看这里哈，它不会同步的，有先发，有先涨，有的跟大盘同步，有的大盘涨完它还在涨。多头怎么样？轮涨，空头轮跌。哎呦，绿色叫多头，红色啊，红色叫多头，绿色叫空头。多头轮涨，空头轮跌。那现在什么格局？轮涨啊！哎，前阵涨电子啊，接下来涨金融，金融今天休息，对不对？金融好像没涨。哎，今天又塑胶要跑到塑胶来了，有没有？电子还是续强，有没有？在这里啊，橡胶好像也不错，今天橡胶最强。虽然说这个盘面是一个轮动的架构，那轮动的格局里面啊，轮涨则升，那怎么会死呢？那你怎么可以去放空呢？再看一遍哈，轮涨则升，起涨则死啊！轮涨是多头啊，还没死啊。对，多头是轮涨的啊，类股轮涨叫多头，类股轮跌才叫空头啊。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操作观念，可是你看多少人都不懂，他在带你做股票啊，答案就很简单嘛，两个字嘛，哪两个字？温系耶，三个字的温系耶，答案就这么简单啊。最简单的观念都不懂，怎么可能做股票会赢啊？没有目标，投资朋友，很多人没有目标在做股票。啊，做输了赶快做棋子，不对了哈。做输了去买，每天啊，希望能够给你一根涨停板的。没有目标，开始走偏门，这是一定的。人一旦没有目标，就很容易被诱惑。所以你看，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啊，旁边人家诱惑啊，来来卖毒品比较好赚。哎，对哦，啊，做一摊就可以做吃好几个月，一不小心警察就来，哐带走，一关10年，对不对？没有目标的人，他最后心很容易移动的。很容易飘忽不定了，人家跟你讲耳朵清就跟人家走了，所以没有目标必走偏门，选股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懂没有？在未来股市里面就像大海捞针了，最后结果一定会走偏门，那走偏门就是不归路，懂意思吗？不要走偏门，不要走 A 路啦，走 A 路，懂没有？不走 A 路不会碰到鬼啊，如果走 A 路呢？走 A 路就一定会碰到鬼啊，懂意思吗？不走 A 路你不会碰到鬼的，做你最懂的，最有把握的，最擅长的，这才能够让你赚到钱，懂意思吗？很多股票你不应该输的，你也输得很不值得。啊，前几天有一个大老板啊到我公司里面来，啊，他说他一档股票输了1300万，他只有买100张而已，他一档股票就输1300万。那这个背景是什么？这个背景是大盘多头大涨，结果他做一档股票大跌，对不对？你看大盘现在格局呢，有没有？大盘大涨哦。大盘大涨这一段1200多点，结果他做一档股票大跌，啊，100张赔了1300万，哦，就是昂宝，这里是369，啊，这里是224，这一段跌掉145块，所以他一张14万多嘛，哈，那很简单，做100张有可能啊就赔1300多万了。那在大盘大涨的背景之下，天哪，1000多点，他的股票是暴跌的，所以他赔了1300多万，他很感慨，说真的也没有面子。那是个大老板，又不是小小上班族，啊，开一个很大的公司，结果做错股票，哎，不好意思讲，啊，自尊有时候很难放下来，还好他放下来，我真的要恭喜他哈。那我们看这张股票，他不应该错啊，为什么？当他看完这张图，他真的很感慨，他说1300万是白赔的，他赚好几年才赚得回来，这白赔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段不能做多？这不创新高吗？当股价创新高。你放心啊，你去书局买100本书，有80本叫你说创新高可以追，因为指标一定翻多嘛，那就告诉你要追。那追完之后呢，哇，1300多万就赔掉了。所以当他看完这张图，看我的股神系统的股神图，他真的是感慨万千，说哪一天差点眼泪都掉下来。为什么？
因为太简单了嘛。这段什么格局？来，股神系统，那就是空头格局啊。啊，空头格局怎么会做多呢？啊，原来这么简单。对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他竟然做错了，你看他会很感慨，他真的很感慨的哈。当然，这种格局你们再回想，下次再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股价有的会涨，你看大盘在涨哦，有时候股票也来到这里哦，那可不可以追？股价创新高啊，所有指标已经翻多，但股神系统没有翻多，最后跌下来的，这就是一个陷阱。那请问今天有没有类似的陷阱？我觉得有啦。今天是七月一号嘛，在这里，是不是感觉要创新高了？那请问有没有翻多？没有。所以你说张一鸣，你会不会追这种股票？不会呢，我打死都不会，放心。那万一它跟昂宝一样，一跌下来就是破底哦。懂意思吗？所以这种股票一定要避开，绝对不是只有这一档而已。所以大盘现在在这里，9300块、9400了，很多人觉得不错，啊，想追的人有，不敢追的一大堆。那你要追，万一走到这种格局，跟昂宝一样的创高，可是根本没有翻多，万一一个反转下来，一定破底。那你随便买个100张，你1000万就不见了，很可怕的哦，懂意思吗？哈，来，利多会很多，哎呦，可是没有翻多，很奇怪哈，来。这个大老板，其实大老板哦，就是很有社会经验了，也很内行，他也不会跟你问一些53的，啊，他准备了50万啊，说我来参加你的总统会，啊，办好手续之前，他只有一个要求，要跟我见一面，那我当然会出去跟他见一面，啊，他就问我说，很简单的问我，哎，张一鸣分析师，我请问你，很简单的问题，啊，但是也很直接啦。啊，你开什么车？我要求你开什么车？我总不能说我开 March 的吧？那如果我开 March， 他也不会跟我做啊。那你就根本赚不到钱，你还要带人家赚钱，赚个屁啊！那我可怜。你开什么车？我说大老板，我开宾士 S350，啊，这台500万。他说我跟你开一样的车，这当然大老板他还是开跟我开一样的车了，他很高兴。他问我第二个问题。你住多大的房子？那因为我手机里面都会有放一些家庭生活的照片嘛，哈。然后说，我刚好有照片，我给你看。我说手机里面有存我家里的照片。我说我这住这个啦，120平而已，没有多大，120平。内行就这样就够了。好，没问题。签一签信用卡，马上刷。那应该是无限卡，一刷50万都没问题。就问这样就好了。那同样的，投资朋友，你现在可能做不好。或是你想做还没有进场，或是你已经进场，可是你跟错人了。我请问你要跟谁操作？你要跟那个坐捷运的、坐公车的，还是啊开骑摩托车的？啊，你自己想清楚。那如果你都还没有想清楚，你怎么做股票？你现在去爬玉山，哦，玉山台湾最高峰，很危险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跟谁去爬？那个从来没有爬过玉山的带你去爬玉山，你看到鬼了，怎么可能？那很快就发生三难了，自己都赚不到钱，请问你怎么带你在股市赚钱？我再讲一遍，自己都赚不到钱的人，请问怎么带你在股票上赚钱？这很简单的道理啊，这还要多说吗？放下自尊，赢了就会有自尊，你放心。投资朋友，为了扭转自己的人生，暂时放弃一下自尊，这就是最大的智慧的表现。为什么有一天你赢了，赢了就有自尊了嘛？输了当然没有自尊啊，啊，连券商你都不好意思去啊，大老板啊，王董、陈董、李董，啊，这波大盘涨1000多点啊，没有赔1300多万，没面子啊，那哪有自尊呢？啊，就算你很有钱，你输1000多万，人家也会笑你啊，不是吗？所以懂没有？输钱是不会有自尊的。那什么时候有自尊？赢了就有自尊啊，输没有关系啊，找一个人可以帮你，你就会赢啊。扭转自己的人生，暂时放弃一下自尊，这就是大智慧的表现。有一天他做对了，赢回来了，自尊就回来了。不是说他输1000多万就没钱，他还是很有钱的，我看他好几亿应该有，可是觉得很不爽，懂意思吗？该赢他没有赢了，因为毕竟不是做股票的啊，这个行业他在别的行业里面嘛，对股票还是不熟嘛，对不对？成功的人不会因为没有人跟随而失败，失败的人也不会因为不愿意跟随别人。失败的人则会因为不愿意继续跟随别人而继续失败。我再讲一遍哦，成功的人不会因为没有人跟随而失败。有些人说要看啊，看你就继续看啊，你要看多久你尽量看了，没有差，我已经做14年了，那不会因为一个人不来参加，张一鸣就倒了，不会了。
放心啊，我还是做得好好的，支持我的人还是很多哈。那失败的人不会因为不愿意跟随成功的人做而持续失败，因为你方法错了嘛。那你用这个错的方法去做，你还是错啊，你这一次错，下次还是错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方向搞清楚非常重要啊，找一个能够跟随的人也很重要啊，找对的比你什么都轻松，也很容易把你以前的自尊、以前输掉的钱，就有机会从股票市场再赢回来，有没有道理？我们进段广告，再回到现场。永恒的海湾，不朽的巴洛克，王者的城池，天空的江山，创新建筑的梦想，大海正核心，最美的收藏。My Ocean, My Palace， 天一2629551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精准掌握股市脉动，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。致富专线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精准掌握股市脉动，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。致富专线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，专利富文式导快，徐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有最气听，先用气听5分钟。欢迎回到现场。这一波你会发现到现在好像每个都在谈生技股，那这一波如果没有做到生技股的，原则上它也是不及格了，因为这一波生技股是涨最多、最凶狠的、最会飙的，不是金融，懂意思吗？哈，生技股来代表当然是基亚，这一波从180块左右大涨到486，就涨超过一倍以上了。那请问这档股票有没有人看到？每天成交量这么大，怎么会没有人看到呢？投资朋友，看到的人有多少数不清啊，我们现在台股开户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人了啊，看到的人我估计超过700万人，跑不掉。直到基亚这一波有涨，而且涨很凶的，看到的就估计啦，大概700万跑不掉了哈。但是很多人看到他为什么不敢买？没有获利要怎么买啊？基亚不赚钱啊， EPS 都负的、啊、那怎么买？很多人看到没有买。那也有人，很多分析师在台面上说基亚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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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像可以注意，可是有看有说没有买，有没有说有？那说不代表买哦，那是两回事哦。啊，女朋友跟老婆是不一样哦。啊，女朋友或许也会交过很多个，可是老婆毕竟只有一个合法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到的说了不代表有买，哎，那是两回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可能有500万，做到的。有啦，一定有啦，这可能或许要3-4百万人做到，因为毕竟3-4个月了嘛，也涨很多了。那其中赢到的人，投资朋友，做到不代表一定赢呢。股票涨上来做到也有人赔呢。你说啊，股票涨上来怎么可能做到会赔？讲给你听。那你看这样大涨，对不对？大涨上来一涨，哇，买在这里开高走低，跌到这根4天后，哇，这里把它停损掉，最低点有啊，对不对？看看看不敢买，哇，到了这里到了这里，哎、欸，不敢买。啊，受不了，终于买进去，哇，最高点买进去，哇，跌到这里又停损，对不对？啊，
看看看，哎，到这里又恢复信心了，一买哇，四天后又停损，所以很多人在大涨过程里面赔钱，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因为我的会员其中的一个不是我的会员，参加我的会员的其中一个，他就告诉我，他看到我讲基业很认同，他自己在那乱做，做到后来他赔了大概六十几块，他说他受不了了，参加我会员，他说还是我比较厉害。所以有一定有，所以不要以为说涨就很多人都会做啊，做就一定会赚钱，不一定。那我们说做了而且赚到钱的很少，大部分都是赚一只老鼠啦。什么叫赚一只老鼠？股票涨三百多块啊，赚五块啦，赚八块的啦，啊，涨三百你赚八块，你能讲吗？不敢讲，一大堆啦，懂意思吗？赚一点点的一大堆，对不对？一大堆这种人。所以我们发现前面四种人就占了大部分了。那你说全市场做到赚到，而且赚很多赚到爆的，只有一个呢？为什么？啊，这么好的股票涨那么多的股票，如果赚到他一定会讲啊，因为这样可以收到很多会员，很多人会认同啊，所以他一定会讲。可是你看，没有人敢讲，对不对？赚多少不然你讲嘛，你赚多少你讲出来嘛，没有人敢讲。赚到爆的全市场只有一个啦，特写一下，这个人是谁？摄影师睡着了，来特写一下，像，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我？很像啊，就是我，没有第二个哈。来，看到没有？到六月十三为止，做了十二趟，啊，十几趟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二趟了哈，十三趟还是十二趟？反正这么多了哈，赚259，十三趟了，看到没有？请问全市场只有谁？只有张一鸣，没有第二个人哈。来，操作生技股，很多人为什么赚不到钱？就算你很多啊，我现在看最很多讲生技股，哇，这公司在做什么？做癌症药，然后得过第几期认证，然后讲的非常的详细。啊，请问代表什么？还是赚不到钱呢、啊？为什么？来，答案在这里。即使懂得每家公司在研发什么，你也不一定在股价里面会占到便宜啦，懂意思吗？连生技公司老板都不知道哪一天他公司的药证会通过，或者是中间有什么变数。药证通过是美国 FDA， 又不是你自己盖章就行了。那如果美国不让你过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那实验过程里面也有可能出了问题，药证根本就不会过。所以我说真的，你看我在这个行业认识这么多朋友，每天多少讯息给我，哇，生技股哪一档股票得到药证了，怎么样？每天都很多讯息。说难听一点，到现在没有一家得到的了。台湾没有一家任何生技公司得到药证的，还没有。那到底涨什么？所以你看基本面是没有用的。听懂意思吗？哈，来，大盘涨这么多，应该要赚到钱呢、啊。可是为什么没人赚到？方法错了，懂意思吗？张一鸣操作生技股，今天小错一笔，我把它出场了。现在14笔了哈，我现在目前赚了，扣掉刚刚的啊这个259，小错一笔变235，做了14笔对13笔，到今天7月1号为止。为什么今天要出？卖出讯号出现呢？股价已经快要跌破了，所以我不做了。左边哦，暂时我不会做基亚了。或许一年后我都不会做，一年内都不会做，或许两个月后会做。基亚盘整的时候盘了一年，懂意思吗？什么时候发动我就会做，要多久？说真的，我没有去预测，搞不好一年后。所以你要很常小心，不要乱做哈。来，志晴，上次我做赚397，到了这里我不做了，为什么？卖出讯号出现了嘛？好，小错一笔，做了12笔，小错一笔，哇，这是股价目前也没有370呀、啊，我赚了这么多。说难听一点，都已经超越成本了。我拿多了去赚，去操作基亚之前，我永远不会输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太棒了哈！当然你会说，你只有做这些啊，生技股其他的呢，我都不想讲这个哎，为什么？你这个赚太少了，这个有什么好讲的，对不对？这蓝被蓝山呢，这个被蓝山的嘛，对不对？这都被蓝山的。那有赚一次赚3块、5块、8块，我都不想讲了。这叫什么？这是真正的操作，这才是功夫，懂意思吗？来。生技股不是研究基本面，你研究这个也没有用啊，懂意思吗？你要研究什么？如果透过操作赚到钱啊，懂意思吗？不是比他产品研究什么，你讲这个都没有用，赚不到钱的，是要比谁会看现行，懂意思吗？来，这我讲过了，低手看过去本益比，高手看未来本益比，懂意思吗？买是未来，不是过去嘛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正确的观念，你要赚股价价差嘛，不赚它合理性嘛。有人说基亚根本没赚钱，不合理，好啊，那你就不要买。那我来买去，我赚这么多放口袋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来，最后一分钟，多空转换就是创造奇迹。为什么多空转换可以创造奇迹？会创造很多富翁，也会创造很多穷人。来，这叫多空转换，一跌76%，这叫多空转换，
1.9%。哦，每个人都认识宏达电，都认识成龙，为什么？转空啊，一跌就是76%，转空啊，一跌就是90%啊，懂意思吗？基亚翻多买进去要出现翻多，涨一倍以上，投资朋友。所以很多人说股票怎么做，最赚钱是什么？这就是多空转换，听懂意思吗？简单的买卖点，什么软体都有，这叫赚小钱。多空转换就是让你赚大钱，股神系统就是告诉你多空转换。那有没有像基亚一样刚刚形成，然后要翻多，有可能涨很多的？有，我准备好三档，这三档务必要把握好。来，第一档在这里，哇，太漂亮了，这涨还不得了哈！大盘涨1000点了哈，它从50块跌到10块了，来，哦，天哪，这天哪，这跌疯了哈，这跌80%了。那如果有一天，哎，跌到这里翻多，这上去不得了哦，涨到这里就一倍，涨到这里就3倍了，懂意思吗？哈，这个也是一样。大盘涨1000多点，它现在开始准备要涨而已哈。来，哎呦，特写，这个真的好漂亮哦，投资朋友，这叫我不要买，我真的晚上睡不着，我很痛苦哎。这三档股票，传真稿会写，会员不用问，传真稿就会交代的。新会员记得把这一次的机会把握好，多空转换，你就有机会赚到真正的大钱。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明天再见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主题是现在时下最夯的自行车，你知道吗？骑自行车可以使用手机吗？不然怎么拯救世界？很危险嘞，会出人命啦！喝完酒之后可以骑自行车吗？哎，不行，醉不上道 ，driver。晚上骑车要使用车灯吗 ？man 啊，人跟车灯盖上，哎呀，要开啦，跟别人才互相看得到嘛。骑自行车不可以使用手机，不可以喝酒，夜间骑车使用车灯，野马安全行，自在好心情，车部关心您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是我们的责任，诚信是我们的理念，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多空双向操作，创造最大利润，精准掌握股市脉动，轻轻松松助你迈向财富人生。致富专线02-2500-6999，02-2500-6999。大宇国际投顾以服务为本，绩效为根，专业。